对吧？很好笑吧？是佐佐木爷爷一直盯着看什么呢？可能是在看那张照片吧。是不是有认识的人在照片上面呀？还以为他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种树，没想到他也不肯想看呢。这个是佐佐木爷爷的吗？可能是看美女看呆了，完全没有发现东西掉了呢。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我送到他家里去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嗯，那拜托了，交给我就好了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这件和服是你七五三的时候穿的盛装哦。天气很好，所以拿出来晒一晒。哎，好怀念呢。如果能够好好保存的话，说不定可以留给小原子七五三的时候穿呢。妈妈，你可真是讨厌呐！不仅要让我穿姐姐穿过的衣服，还要让亲戚的小孩穿我穿过的衣服，再贫穷也得有个度嘛。不是的，丸子，和服就是父母传给小孩，小孩再传给孙子，可以穿很久的东西。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，借和服穿的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哎，是这样啊。那妈妈，让我穿一下这件试试。好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小丸子长大了呢。那是当然的啦，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，但我每天可都有好好吃饭。没什么好饭菜，对不住你了。本来打算今晚煎肉饼的，看来煮咸沙丁鱼干就好了。不可以这样的嘛。这是七五三的。啊，你那时多开心啊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我脚很痛呢。是啊是啊，因为很少穿木屐，木屐带子磨脚磨得厉害。这真让人怀念呢。姐姐这张多有范儿啊。因为可以化妆，真的是好开心啊。啊，这张这张。在神社，别人夸你们好可爱的时候，爸爸和爷爷就像自己被夸了一样，可高兴了。还大声说我们家的孩子最可爱了，连奶奶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些和服上承载了好多回忆呀。所以给小原子穿的话，这件和服上就会增加更多快乐的回忆了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并不是因为穷才这么做的啊。千年糖。哇，拖得这么长。对呀，以前我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千年糖为什么会拖得这么长呢？反正就是这么长了，干脆就放棒棒糖呗，再加上巧克力和曲奇，这样的话就更加豪华了。千年糖也就是为了保佑小孩能够长寿活到一千岁，所以才会做得这么长长的。哎，是这样啊。糖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，三岁的话三根，五岁的话五根，七岁的话就装七根到口袋里。就好像立春前一天吃豆子一样呢，奶奶是七十四根，爷爷呢是七十六根。那可够呛。哎，这么说爷爷去哪儿了？好像说是有点感冒了，在房间里休息呢。哎，我去看一下爷爷。等一下。为什么？爷爷现在可能在睡觉，你别去打扰他。不要被传染了。就一下下。爷爷。丸子，你回来了。不睡觉没关系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点风寒，只要静静的休息下就好了。这样啊，那就好了。可是被传染了就不好了。就一会儿嘛，因为爷爷一直都很健康，感冒了我很担心呢。丸子，谢谢。小丸子，不要打扰爷爷。好。对了，爷爷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？
感冒的时候要补充营养。是啊。布丁怎么样呢？又甜又软的哟。或者蛋糕，冰淇淋也不错呀。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吃的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吃点更热的，又甜又滑的。又热又甜又滑的什么东西呢？爷爷，我拿了藕粉汤来了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又热又甜又滑。不愧是奶奶呀，什么话都不用说就知道爷爷想喝什么了。都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了，哎呦，脸色好多了呢。一喝丸子说话马上就有精神了。对爷爷来说，丸子比什么药都更有效。疼！让我来吧，爷爷。以前丸子感冒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把藕粉汤吹凉的，现在竟然都反过来了，丸子真是长大喽。哎，还有这样的事啊？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我可是记得很多，丸子刚学会走路的那一天，第一次叫爷爷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看美丽的夕阳，这些全都是我的宝物啊。这样的话我也有。被妈妈骂的时候，爷爷帮我一起道歉。散步到很远的地方去迷路了，两个人一起吃冰激凌，这些全部都是爷爷和丸子珍贵的回忆呀。丸子，接下来我们还要创造很多的回忆。精神一下子抖擞起来了。好，创造很多回忆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今天的回忆有点热了。第二天，让你特地送过来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们也是顺便散步啊。这里是刚刚从新界送来的鲜贝，请多吃一点吧。哦，真不错。谢谢。我开始吃了。果然新系的鲜贝最好吃了，连米的味道都不一样呢。啊，对了，佐佐木爷爷，昨天你在照相馆前面看什么呢？难道是在看穿超短裙的大姐姐，要不就是穿和服的女人？不是这样的。丸子，那个照相馆有那样的女人在里面工作吗？不是的啦，是说照片。哦，吓我一大跳，我刚才还以为照相馆里来了新的前台小姐。真是的，爷爷。为什么来了新的前台小姐你就会吓一跳呀？好吵啊，我都没办法学习了。秦叶。爷爷，帮我把这树枝砍了，树叶落下来这是不吉利的征兆。可是这棵树是……别说了，快把它砍了。为什么树叶落下来就是不吉利的征兆啊？树叶落下来的落字跟考试落榜的落字是同一个字。让你们吓到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没有没有，过段时间就要中考了，他这一段时间有点神经质啊。您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丸子，对不起。真是很可恶啊，他明明知道佐佐木爷爷很重视那棵树，还要故意刁难，说出那样的话来。考前的学习也很累的，心里应该很焦急吧？就算那样，也不能那样说吧。哎，乱发脾气就是不对，
以前也是个很可爱的小孩。是啊，是啊，那时很黏佐佐木爷爷呢。你爷爷还说，咱们家将来有这么个可爱的孙儿，该多好啊！对呀。那时他和佐佐木爷爷手牵手一起散步，而现在变得满脸青春痘了，说话又那么狂妄。真是的，爸爸。那么佐佐木爷爷他会怎么做呢？哎，就是那树枝真的要被砍掉吗？不会吧，佐佐木爷爷是一个那么爱树的人，不会去砍树的。我可是为了可爱的孙子，我看也许。第二天，小丸子，今天也会有人在空地上表演连环话剧呢，等一下去看吧。嗯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。这样啊，那下次吧，拜拜。嗯，拜拜喽。啊，还在呀、啊。哎，爷爷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，害我担心了很久。哦，哎，啊，不会吧？后半集继续。小丸子啊，嗯，那棵树叫做茱萸，夏天会开粉红色漂亮的花儿，而且秋天会有很多大红果实。秦燕很喜欢采集这棵树的果实，都很多年前的事了。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。我爸爸说，秦燕以前经常和你一起去散步。是啊，她是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孩子。那个时候的秦燕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吧？是啊，是啊。对了，请丸子稍等一下。考试落榜和树叶落下完全是两码事啊。这就是秦燕五岁的时候。哇，真可爱。之前我站在照相馆一直看的就是753的照片，回忆起了秦燕小时候，真是太让人怀念了。那个时候的秦燕是一个淘气鬼吗？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脸上贴了膏药呢。哦，这个呀，这个伤口还有特别回忆呢。爷爷，这里这里。哎，会摔倒的，等等我。没事吧，秦爷？好疼啊，好疼啊。必须快点消毒啊。对不起，秦燕，爷爷让你跟着，却让你……那受伤严重吗？不，虽然那一次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在那一次的事情之后，又有一次差点刺到眼睛，所以奶奶就叫我把这棵树给砍了。这是为了纪念秦燕出生而种下的很珍贵的树，不能随便就砍了。可是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那就晚了。但是爷爷，我明白了。不行，
青燕，很危险的，你走开一些。不行，爷爷不是总是说树是活的吗？如果你把它砍了，它会很疼，会哭的。青燕，拜托了，我会很小心的，绝不会再受伤了。所以不要砍了。明白了。既然青燕都这么说了，那爷爷就不砍了，那你就放心吧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爷爷，太好了，小树苗已经没事情了。那时的那棵树就是这棵山茱萸，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少啊。既然是有着这么重要回忆的树，那就更不可以随便砍了。我看秦燕她已经不记得她小时候的事情了，其实那时候差点就被砍了，就是多亏了秦燕，这棵树才活了下来。可是，所以秦燕现在因为考试而痛苦，她希望我把树给砍下来，我也只能这样办了。我想这棵树她也能够理解的吧。佐佐木爷爷，可是真到了要砍的那一刻，却又下不了手。要怎么做才能不用砍树呢？就算直接去拜托秦燕，她也肯定不会听的。妈妈，你的头发长长了呢。是啊，爸爸，明天我要去下理发店。要做成什么发型呢？这个嘛，这么冷，我就不想剪得太短了，可是太长的话打理起来太麻烦了。那就干脆剃成光头好了。有条件的话，像烫发之类的打理起来又很麻烦，如果光头就不用担心了，而且还能省钱呢，真是一举两得。红志，不要说这么不正经的话。俗话说，头发就是女人的命，你要是那么喜欢光头的话，把你自己的头发像小时候那样用推子剪了吧。我开个玩笑嘛。无论如何，妈妈也不会剪成光头的。啊，光头。对了。第二天。妈妈，那个借我用一下。这个。嗯。早上好。哎呀，丸子，早上好。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啊？佐佐木爷爷，接下来不要说话，默默地看我怎么做吧。啊。丸子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把叶子弄下来，如果叶子落下来就会不吉利的话，那么就让它先变成光头吧。小个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打算怎么样啊？喂，我说你呢。我绝对不能让这棵树被砍掉，叶子没了，砍树的理由也就没了。这种事情跟你没关系吧？快停下来。不停，这棵树是佐佐木爷爷的宝贝，我爷爷也说了，所有的回忆都是宝贝，也许我们有可能会忘记，可是这棵树装满了你和佐佐木爷爷好多好多的回忆。小丸子，随你便吧。什么回忆吗？真是荒谬。爷爷，就差这一点了。小不点儿，给我。不要啊。好了，给我。还给我，要干嘛？你以为我会把树叶决定考试当真吗？我才没有忘记那一天发生的事呢，我又不是没良心的人。要知道，会痛的回忆，那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忘记的吧。秦燕。秦燕没有忘记呢，太好了。他都有好好的记着呢。小丸子，谢谢你。
几天后。啊，七五三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怎么事啊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对了，爷爷。什么事啊？摔倒这种事也会成为回忆的吗？啊，会成为那个小孩和他的家人都不会忘记的回忆。走吧，爷爷。啊，走。小丸子想，和有藏牵着手的温度也会成为回忆吧。来吧来吧，中野先生，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吃关东煮，一起聊天，会很开心的哟。啊，要是小玉也来了，我就更开心了。我最喜欢和小玉聊天了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和小玉碰头和向帕生说再见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卡塔布拉丘林库。